So nice, so nice, I got it here.我们的King Freestyle Battle，OK，有请我们的欧吉桑，还有我们的毛哥，有请两位。我们队这两边的选手站在我这边的是，哦，黄子豪。哎，我们国内这边有名的两位选手还在选手啊。简单的介绍一下，黄子豪是在，都行，都行。OK吧，来吧，那陆昊天，24岁，陆昊天。这边是我们Lucky姐最强的小朋友黄子豪，他拥有云南和台湾的血统。 我说的没错吧？你想说他是会学的话，咱们这不然说了，正常啊，对吧？云台混，两省混嘛。然后在我们这边的陆昊天，啊，这个左手边，这随着甄本显和米真的老去，独霸 Poppy 姐很久的陆昊天，让我们冯正老师快乐的跳起来的陆昊天，两位都是成名已久的小人物。 所以在今天看谁将获得我们这一届的冠军 ，OK， judges ready， 加油，Vamos to round， 也是今天晚上我们的 Up Number Will Six 最后一场的 Final Battle，Everybody you ready？No no no， 最后了各位，没有机会再喊了 ，Everybody you ready？DJ 毛弟 Judge B。
孩子呀，太可怕了！哦，明明就是60后，对不对？成熟的就像50年的一样。我们让10几岁的欧吉桑看一下吧。这个搭配非常棒啊，就有种传承的感觉哈。到底是哪一天呢 ？Our people will say final Keith freestyle winner is